亲爱的同学们，今天呢，大家跟我一起来欣赏了匈牙利著名的钢琴家、浪漫主义大师李斯特的著名的代表作品《十九首匈牙利狂想曲》。那在这里呢，下课之前，每一位同学都要交给老师一份你自己的心得体验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啊，我们这门课程呢不是主课，是我们的选修课，所以安哲老师在专业性上对你们不做过多的要求，大家可以各抒胸怀，真实的想法写在里面。严科同学，帮我收一下作业，下课之前统计一下，送到我的办公室好吗？好了，同学们，大家开始准备吧。